威廉王子与女友凯特订婚。英国威廉王子宣布，明年将跟女友凯特·米德顿结婚。哈利王子会取代哥哥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单身汉吗？威廉与凯特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认识，据说凯特很照顾威廉，让他融入学生的生活。不久前，凯特的家人到苏格兰做客，学习皇家事务。两人爱情长跑八年，威廉终于在肯雅向凯特求婚，还送他母亲戴安娜王妃当年订婚的戒指。凯特是平民之女，这次婚礼的仪式将很可能跟传统皇室婚礼大不相同。不管如何，英国人对皇室的狂热铁定会重新燃烧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。